请问崇拜，你们记得上周赛南老师跟你们讲什么故事吗？关于神的创造，对不对？神用了几天来创造这个世界呢？七天，对不对？今天赛南老师会继续跟我们讲这个故事，你们要专心的听。好了，我们开始今天的喜龙崇拜啦。哩叽哩叽哩叽哩，我喜我喜滴呀滴呀，干了它！哩叽哩叽哩叽哩，我喜我喜滴呀滴呀，干啦！让我们欢迎你，再次你欣喜欢迎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冰心老师，又到了我们唱诗歌来敬拜赞美的时间了。那我们今天要唱的第一首诗歌叫做《哈利路亚》，赞美我主。哈利路，哈利路，哈利路，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主。哈利路，哈利路。很熟悉的一首诗歌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老师想跟小朋友们来玩这样一个游戏，老师来唱赞美我主，你们来唱哈利路亚，就像这样子，老师唱赞美我主，你们唱哈利路亚，老师再唱赞美我主，你们唱哈利路亚。 OK， 我们来再试一次哦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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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赞美我主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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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赞美我主。赞美我主，赞美到你们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主。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主。你唱。非常好，小朋友有没有跟着老师这样子做？老师唱赞美我主，你们唱哈利路亚。我们来试，赞美我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主，哈利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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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上个星期也有唱，叫做《看见神的爱》。那么在过去的一周，小朋友有没有找到上帝的爱在哪里呢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
看见神的爱。In the beginning,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. 起初，神创造天地。And in His creation, we see God's love. 在他的创造里，我们看见神的爱。我看见神的爱，在温暖的阳光。希望小朋友在哪里都能看见上帝的爱，不论你在哪里都能感受到上帝的爱。这两个星期，赛南老师跟我们讲了神的创造。那神不单单创造世界万物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也是我们的帮助。让我们一起来唱接下来这首诗歌，我要向高山举目。高山举目，我要向高山举目。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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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是的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向上帝祷告，他就会来帮助我们了。非常好，小朋友，谢谢小朋友跟我一起唱诗歌，赞美我们的神。那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来听赛南老师讲精彩的故事喽！再见。嗨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赛南老师。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了，让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。小朋友们，请你们合起你们的小手，跟老师一起祷告。哦，对了，还要闭上你们的眼睛哦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的看顾，让我有健康快乐的每一天。接下来要听故事了，求你帮助我能留心听。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小朋友们，今天老师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很早很早很早以前，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开始以及神奇妙的创造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要留意听，等一下老师会提问题哦。我们的世界多么美丽，仔细瞧一瞧你的四周，你会发现很多奇妙的创造。可是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呢？让我们回到最初，从圣经里寻找答案吧。起初，上帝创造了天地。上帝在黑暗中行走，说：“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”他称光为白天，称暗为夜晚。这是第一天，大功告成。然后，上帝创造了穹苍，将水上下分开，他称穹苍为天，这是第二天，大功告成。
上帝将水聚集，使旱地显露出来。他称旱地为地，称水聚集的地方为海。然后他又造了各种植物，比如青草、谷物和树木。这是第三天，大功告成。上帝造了光体，放置在天上。他为白天造了太阳，为夜晚造了月亮，又造了各种各样的星星。这是第四天，大功告成。上帝造了水里的鱼和空中的鸟，并吩咐他们说，繁育后代，让这个世界充满鱼儿的嬉戏和鸟儿的歌声。这是第五天，大功告成。之后，上帝造了各种动物，他造了牲畜、野兽和各种昆虫，还有最后一个创造，上帝说，最特别的创造。于是上帝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男人和女人。上帝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后代，管理这个世界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的各种动物。这是第六天，大功告成。上帝看着他所造的一切，说，太好了。于是在第七天，上帝休息了，并将这一天定为安息日。这是第七天，大功告成。上帝的创造是不是很伟大呢？现在请你们跟老师做一个找一找的小游戏，根据老师的描述找出正确的图片。你们看，这儿有七张图片，每一张图片都是上帝每一天的创造。老师要开始了，你们要注意听哦。第一天，神说要有光，光就把光暗分开了，就有了白天跟晚上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看哪张图片是有白色跟黑色呢？你们找到了吗？对了，就是这张，黑色代表的是晚上，白色代表的是白天。那
第二天呢？第二天，神造出了空气，称空气为天。那小朋友们，我们在天上能看到什么呢？白色的云，对不对？那哪张图片是有白色的云呢？你们找到了吗？那接下来，神造了什么呢？神造了陆地跟海洋，以及长在地上的青草、菜蔬，还有树木。你看，哪张图片是有树木呢？你们找到了吗？很棒，你们一定找到了。那接下来，神又造了两个大大的光体，发光体，一个管白天，一个管晚上。管白天呢，我们称它为太阳；晚上呢，我们称这个光体为月亮。同时，上帝还创造了很多的星星。这是第四天，是哪一张图片呢？这个很好找，对吗？你们一定找到了，对的，就是这张。那第五天呢？第五天，神创造了水里的鱼和空中的飞鸟。你们找到了这张图片吗？在哪里？对了，这就是第五天神的创造，天上的飞鸟跟水里的鱼。那接下来第六天呢？第六天非常的重要哦，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了人，并一切地上的动物。那哪一张图片上有人跟动物呢？对了，这就是第六天上帝的创造。那还有一张图片，我们有一共有七张图片，对吗？现在我们只看到了六张，那还有一张。这就是第七张图片代表的意思是什么？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很好，就停了一切的工作，休息了。第一天是安息日，停要停一切工，休息了。小朋友们，这就是上帝的创造，你们都找到了吗？小朋友们，让我们再次合起小手，闭上眼睛，向爱我们的主献上我们的感谢。爱我们的主，谢谢你创造了诸天和万物，并赐我们生命气息。求主赐我们聪明，能够每天发现你创造的奇妙和伟大，叫我们每天都能够带着感谢的心赞美你的大能。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小朋友们早，我是丽琴老师，现在又是我们背诵京剧的时段。
今天要和你们一起来看这一节的经文，出自于圣经创世纪第一章31节。创世纪是圣经里头的第一卷书，31节那么的说道，神看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神看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。创世纪第一章31节。神就是我们的天父爸爸，看就是用我们双眼来看这一切。这一切是什么呢？你们望出窗外看到这一切，有植物，有昆虫，有上帝创造的动物。是的，这一切也包括神所创造的你和我。神就好像善男老师所讲的，他用六天创造了这个世界，他创造了光，他创造了空气，他创造了陆地和海洋，他创造了太阳，还有天空的星体，他创造了飞鸟和海中的鱼，也创造了动物和第一个人亚当，还有我们。是的，第七天神就歇下了这一创造，他看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。小朋友们，让我们和家长一起的来做这个动作，把上帝的话背诵起来。神看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创世纪一章31节。神看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创世纪一章31节。你们都好棒哦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愿上帝祝福大家。